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台湾维新圣教，起建己亥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补天大法会自2月2龙抬头开始，每月依序升坛诵经祝祷，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星，9月9永和平。每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祈愿功德力，直到10月10日天下太平一家亲，特别来到日本大阪道场举行双十法会，期望能化解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这相同血缘的四个国家之间累积数千年的恩怨情仇，只有如此世界才能迈向真正的和平。10月8日法会第一天上午8点，宗主混元禅师升座主持起坛仪式，礼佛禀天，并向与会大众开示法会的真实意。大慈大悲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慈大悲无极妙地金摩大天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不动明王，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东方有殊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诸天圣贤和菩萨。各位为心信教、为心献书、法师、讲师、献书同修，今日是己亥年十月七八日，也是咱为心信教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的大法会。二月七日龙抬头，龙抬头，三月三，天赐福，四月四，金钟响，五月五，正气开，六月六，见和平，七月七，灵归心，八月八。他这万年归心，九月九，也是九龙会天心，天下一家亲，十月十，在日本，共济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大法会，所以在己亥年十月八日我们尊天华祖在台湾圆满之后来到大阪道场。大阪道场原来在十二年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到了今年己亥年四月份开始洽谈这一块宝地田螺站这个窝居这个窝的宝地的在大阪或者河野寺这个地方呢，还有延吉法师
和严家讲师啊两位啊带领着带着啊和美道场所有的先师同修在这里积极赶工，还有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来支付来共同来筹建，然后整理原本。在非常紧迫的时间，因为天命的关系，天命重要，魔考就更大。啊，天命殊胜，魔考一层层层的受到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精神，就是啊不屈不挠，啊不畏小事。不为世间的恩恩怨怨、恩怨情仇而来阻扰了啊，我们所有维新弟子啊修行，尊天化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人类来祈福啊，我们的本愿啊，所以维新圣教。啊，在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方向本着天下太平，尤其在今年，啊，是为台湾平安、天下真太平，啊，这个年份，啊，也是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的年运呢，啊，所以今天我们。在10月7号，来到大阪道场，正式呢安奉王禅老祖啊的圣位，啊，那我们大家本着感恩的心，啊，感恩感再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给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啊，和会大众们。给我们的平台，我们在这里，我们终于有一个点，啊，所以在今天早上凌晨，啊，丑时的时候，王禅老祖啊开示了，开示呢本坛的法会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就是要解冤释结。因为中国和日本啊，在80年的战争里面的因缘是非常的深奥啊。80年的战争结下这个冤，这个冤是从哪里来？这个冤是谁所造成的？啊，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但是。既然事情都发生了，那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解冤，要以宗教修行的法仪来解这个冤，啊，所以解冤释结，把这个绳子这个打结打不开的，我们要以宗教的法仪、宗教的修行法仪和心念。好，我们来共同来解开这个冤这个结啊，这样的话我们世界才能和平，所以亚洲的世界和平，亚洲的小区域和平就世界的大区域的和平啊，那解冤之后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消灾，要化解。想起36年前，台湾天地教，啊，这个天地教的祖师，啊，李义阶，啊，这个主教呢，啊，他在中国大陆西安，啊，黄山上呢。啊，在那里修行，啊，一直祈祷天公玉皇大帝慈悲，要解冤释结，要
把这个恩怨情仇要能够把它化解掉，啊，结果在那一年呢，啊，黄河在东陵渡啊的地方呢，啊，本来每年都结冰，一结冰呢，啊，日本和中国的冤仇就会更大了，所以那一年就没有结冰。没有结冰呢，啊，所以免过一场糊涂的人类浩劫，啊，这个是由糊涂的众生心念贪嗔痴三毒所共业所组成的，啊，那么这个事情都过了。所以在礼义街啊，天地教啊，在民国72、73、74年、75到在富士山啊，设坛祈祷，由当时日本政府很多官员也一起来祈祷啊，因为四十的时候有一场浩劫。会影响到日本，啊，相对的，这个浩劫不是人类的福气，是人类的不幸，啊，所以这个那是延劫、延期，啊，这个劫难，啊，到了，我们台湾维新政教，啊，又接到这个天命，啊，在6年前。啊，刚好富士山，啊，一个灾难也快到了，啊，快到了。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在台湾维新圣教，啊，在那里，啊，维新圣教八卦天心妙莲池南天门之前呢，啊，来，啊，祈福，啊，消灾化解的法会，啊，将富士山，啊，这个活火山。啊，原来每天都一直在爆的，在冒烟，几乎要发生危难，这个危难也会影响到台湾的平安和亚洲的平安，所以当时王禅老祖，和玉皇大帝允我们，啊，维新圣教，啊，大家。日夜不停的祈福，诵经祈祷，结果还是圆满了，啊，这个是消灾化解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己亥年10月8号、9号、10号，又遵照天命来到，自己的道场，这个道场是上天所赐给我们的。啊，给维新圣教在这里一个点，啊，这个道场啊有它的功德力，啊，所以要消灾化解，就从现在开始，维新圣教，啊，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们，啊，大家本着天下一家亲，啊，世界真和平啊，所以消灾化解。啊，我们来到大阪道场，啊，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的所有幻贝法师，啊，代表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和台湾，啊，的人民，啊，本着天下一家亲，在大阪道场借着落成的因缘。啊，和在10月10号双十，啊的农历双十呢，正是名扬两界天心汇聚的时刻，啊，这是天下太平，
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天下太平的一个据点。事后我们维新圣教啊会在大阪道场啊时时刻刻在这里修行，有缘的在这里修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我们也希望在这大阪道场的住持延吉法师还延吉安法师来负责这个法务一起来祈福来祈祷不要分说你我他，而是修行的人本着天下一家亲不是说分说你是日本我是中国我是台湾他是哪里，这样的我们的心境没有超越没有跨越众生的束缚这是我们修行的基本原则。希望各位弟子们为法师们你们要理解要本着天地无我天下一家亲那我们今天八号我们正式要在大阪道场升堂祈福，尤其很重要的天下众生冤冤相报何时了过去的前辈人一时的共业兴起就产生很多的杀业难免在日本地区呢会有很多的劫难尤其今年的劫难特别的多，这个是在启示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绝对不能再继续再结下很多的冤我们要把这个结把它打开所以希望明阳两界同关照，我们大家本着天下一家亲，世界就能和平了啦，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修行的上圣的我们的功德天呐今天我们就准备开始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宗主开示完毕，随后由梵拜法师开始进行演进发表引魂的法仪，为道场洒净结界。天下一家亲，
接着进行五供及建食，以丰盛的供品供养莲位诸灵。本次法会共召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先灵、中日战争亡死军民怨灵、日本国度历年以来战争亡死军民怨灵、世界816次大小战争亡死怨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朱眷灵、中华民族三祖时期北移韩国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眷灵、往昔日本韩国战争亡死军民怨灵、日本国度辖内三界万灵、日本国各姓氏列祖列宗圣灵、日本国风水雷电天灾亡死怨灵等，来区法会坛城受纳供养，并安奉有禅机山仙佛寺、日本大阪道场太极天天龙护法及太极天72天师圣座，守护道场辖内平安。下午1:30继续升坛奉诵诸经，宗主混元禅师与礼佛后向大众开示法会的真意。各位维新正教台湾代表及日本十方善知识代表今天己亥年10月8日下午呢，我们深谈了在日本大阪道场，大阪道场是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为世界人类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地泽林10月8日，花正诗人是要将妙法广传。妙法普传所传的妙法就是伏羲世子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世间的恩怨情仇永远是理不清世间的学术谁会永远是说不明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多的恩怨情仇的劫难这是人类的无知人类的无奈王禅老祖成台湾祖师的慈悲邀请来世间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是以文化为基础追根溯源根就从伏羲文化7355年他的一化开天开始
伏羲文化的书圣就是易经，易道天机里面启示了万生万物的调和，对立和对待。所以这么多年来，有人类文化以来啊，都是在对立的，很少是以对待的方式来相包容。所以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啊的慈悲啊，开示台湾维新圣教要肩负起划时代的天命，弘扬伏羲文化、鬼谷文化的古至今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了无量无边的善法，要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一旦有所争执，有所争端对立的时候，要以什么方式来相互对待，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和理念。回顾七千多年来啊，中华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徐福因天命东渡日本，带了500童男童女来到东瀛，又开始创立了、建立了鬼谷文化和中华文化啊，四农工商百业，2350年前的当下，就在东瀛这一块净土结下了我不解之缘。所以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一直以来啊，到了当下2019年，整整的2350多年的岁月，移习到东瀛，创造了、建设了、成就了日本国。在这一段时间，发生多少多少的恩怨情仇啊，才发生八年战争，这是人类共业所发生的。这无明三毒贪嗔痴所发生的人间浩劫，所以在民国以来，一直在用埋怨的方式相互的批评指责，
哪一国对，哪一国不对，谁是谁非，包括现在还在谁是谁非的状态之下，上天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列祖先灵慈悲，还要我们要解冤啊，解冤释结啊，才能世界和平。只有解冤释结，心结不打开，这恩怨情仇永远排不掉，解不开。啊，那么因为冤冤相报而发生了人类的浩劫，会不可思议的，所以上天慈悲啊，以各种的浩劫、风灾、水灾、火灾、瘟疫、天瘟、天灾啊，在视线提醒众生啊，应该要相互的来调和、来包容，这样子劫难才会化于无形，消灾化劫，天下太平，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人类在世间上几十年的岁月还能呼吸，就要珍惜情和缘。所以早上啊，我们深谈了奉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天公慈悲光降啊，引我维新弟子们及日文啊同胞代表，在佛前坛前以求圣杯，结果很快的马上得到三圣杯啊慈云。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就要体认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真实意。好，那我们就只有以啊宗教的法仪，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燕松院长及所有法师啊代表啊，在大阪道场，然后我们回到台湾，还是继续来尽职、尽责、尽天命，来圆满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这个神意、天意啊，啊，我们勉励啊，台湾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我们住在哪里，凡住在地球上，我们就要以法会友啊，以恭送诸经、维新圣教三支经啊的功德来回向啊，才能
名扬两界从关照，才能接近世界和平，也是全人类所需要的、所希望的一条路，不二法门，天下太平之道啊！祝福各位。日本大阪道场双十法会预计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瑶池金母收元真经、圣君不动明王经、风水真经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愿所有经宝的光明能量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威德力，转施回向给连坐万灵，得以心开意解，解冤释结，随光生云，往生净土。己亥年十月九日法会第二天上午七点，恭请宗主混元禅师升坛，带领维新贤士、范拜法师一同礼佛，随后向大众开示法会因缘。各位台湾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各位贤士、法师、讲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下己亥年十月九日，辰时在日本国河内长野大阪道场深坛，为台湾平安，二二龙抬头，三三天赐福，四四金钟响，五五正气开，六六见和平，七七灵归心，八八八卦心，九九万灵归心，天下一家亲。在台湾这些谈的法会，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和会大众都以虔诚之心表达爱好和平、世界和平的心声，而以香花果串供养，奉请诸天圣神和菩萨光降，加持灌顶，台湾已经见到平安的曙光。当下元历九日，十月九日，辰时在大阪道场深坛，我们现在也见到佛光普照、神光普照进入坛城，受纳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的祈祷，喊祈福，祈愿呢，化解干戈、息战争、解冤释结，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天下太平，这两个方向是我们在日本大阪道场
双十法会。双十是天心和人心。回顾2350年前，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合纵连横，十道天心，战国七雄正乱的时候，安定下来了，减少人类的祸患和灾难，这是第一个消灾化解的开始。这个第一个消灾化解，相对的会造成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到当下还是灾劫不乱不断，冤冤相报，恩怨情仇理不清，还乱的情况之下。王禅老祖又倒下慈航，在台湾成立了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在维新圣教成立37年来，一步一脚印的从当时2350年前的合纵连横开始，到了当下，这个合纵连横要提升到灵性，灵性的合纵连横就是台湾、韩国、这大陆和日本国。这一些恩怨情仇都在近百年内继续发生在世间，实在是不幸。这个冤仇还没完，还没了，所以我们尊天华子有幸承担了这一个王禅老祖的慈悲，给我们大家一同来到世间又走一趟，为了目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你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一定要先从解冤释结，解冤释结接着下来就是很重要一个点，就消灾化解。我们很幸运的，在2004年开始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所有维新贤士和会大众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举办36000众的联合祭祖大典，第一场的圆满，奠定了未来圆满的基础，所以一步一脚印，到现在已经有14坛了。在元旦1月1号有14坛，所以14坛还有一坛15坛，这是关键点，这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最高境界。所以列祖列宗朱祖灵，一起我们恭请光将来去祭祖大典会场受纳，我们所有三祖儿女分布在地球上，
啊的三组儿女们的祈祷，啊，表达爱好和平先生。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大阪道场的祭祖前，啊的法会因缘，啊，还是本着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天下才能太平。我们这一生住在地球上。啊，我们会减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祸患。相对我们的祖祖孙孙，也同样会同享，啊，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啊，天下一家亲，啊，这个法喜呀，啊，所以今天，下午啊，韩国代表。代表所有出游后裔，啊，到北移韩国以来，环熊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及诸眷灵，啊，明天已在日本大本教。也代表了，啊，空界、灵魂界，所有列祖列宗、祖祖灵，啊，代表，啊，一百二十四位天皇、诸眷灵，啊，相对的，中国大陆、台湾。由当下台湾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同学们代表一起在大阪道场双十两个十道天星天人的天星合二为一天星人心十道天星纵横之心呢，就全部在明天，我们在大阪道场，这里正式结伴，由台湾、大陆、韩国、日本，这个代表，这天心，名扬两界的心。所以仰仗王禅老祖合众连横的天威，那我们维新弟子们，一定要很辛苦的，将这个法会，一定要圆满，这是我们会了那么大的精神37年，所有台湾贤士同学们和会大众同胞们。一起的努力，将在明天10月10日，这个是正式的圆满，10点要接办了，揭开日本大阪道场，所以这个是天意。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们。要体察天意，要了解天意，和天心，和民心共同一个点呢，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那么，要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要仰仗着大家的努力，尤其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开示，也请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带领所有的维新圣教幻变学院的诵经法师代表，和所有贤士义经大学的法师代表呢，一起
来圆满这个共同的天命啊。这也在这里呢啊，我再向各位同修啊说明啊法会一年的重要性，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取世界永和平啊！祝福各位。宗主开示完毕，随后进行今天的诵经佛事。梵拜法音宣流在日本的空界，祈愿万灵归心，从宿世的怨恨中解脱。这也是维新圣教天下太平愿力的实践。在下集节目中还有更多师父精彩的开示，欢迎继续收看。